教鞭，到处乱拉屎，我跟你说就。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也可能是逆子。逆子。还是睡着了。下雨天就很适合睡觉。对，听着雨声躺在床上。这不躺在床上了就。
王子陛下，请您试一试，用请如何？请，请，来试试。嗯，还不错吧？感觉不错。这个王子陛下有点潦草了。搞定。进入宫殿前，对吧？先在这干一下脚。怎么样，老板？还不错吧，老板？感受一下，来，这还可以啊。嗯，没事。